你好，欢迎收看恒嘉论股，我是洪宝鑫。吴志马的独资子公司 MMSVS 集团控股获得泰国摩銮公司颁发的油气服务合约，为摩銮油田提供液压式修剪服务，为期三年。在2021财政年，吴志马共获得总值4亿令吉的合约，这已凸显该公司针对旧油田提供服务的实力。目前手持订单处于14亿令吉的健康水平。在拿下新合约方面，吴志马是最活跃的公司之一，目前积极拓展业务到新的范畴，并多元化业务至数字、航空航天、地热能等新能源领域，总营业额目标为15亿令吉。大中投行研究上调2022和2023财政年的净利预测平均 14.6%， 目标价上修至95仙，维持超越大市评级。